Leave him alone, Miss Elsa. You bad luck to him. Played once, Sam. For all time's sake. 你看啊，这世界上有那么多城镇，这城镇又有那么多酒馆，可是偏偏他却走进了他那家。其实有时候啊，我们不得不相信缘分，就像遇到你一样。但缘分就在眼前，他就这么错过了，没有抓住真是太可惜了。如果我是他，我绝对不会放走我的女人。那你能跟我说说他为什么会走吗？我觉得瑞克是有自己的事，就像上次救兄弟们一样，不得不走。保护我兄弟是我的责任。这个我可以理解。如果换做是我的话，我也肯定会让你去的。那么问题来了。你会不会像他一样走了就不回来了？不管我到哪儿，我走多久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你的手这么大，是不是只能容得下我一个人啊？其实拳头跟心脏是一样大的。我的心脏就这么大，你觉得我容得下别人吗？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句话，说的特别像我现在。我的微笑可以给任何人，但我的心只给你一个。干嘛呀？